你俩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大哥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郭家庄，请问离这儿远吗？郭家庄？哎，郭家庄离这儿可远了，你们走错路了吧？来之前，我二叔给我从城里带了张地图，那我是看错了吗？哎，大哥，你帮我看一眼呗。 你！快！ 先别引爆地雷，鬼子可能会派线头部队进行试探，等鬼子全面进攻，咱们再好好的喂他们。是。 保持警惕，鬼子很可能很快再来。准备战斗！
连长，那边打得那么热闹，咱们在这儿躲着干嘛？这山头上最好的发射点就是这儿，鬼子肯定会过来占领这里，炸跑轰击咱们的村子。咱们现在这儿隐蔽好，一会儿鬼子过来，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是。鬼子来了，连长。哎呀，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准备战斗！ 吓着了吧？是，以后小心点，这群鬼子可狡猾着呢。知道了，连长。走，上山。走，走，走。 小鬼子把菜都给咱们准备好了，咱们一会儿就请他们吃顿大的，让他们也尝尝自己泡到的滋味，咱好准备。目标：西南方向，距离800米。 准备，放射！剩下炮弹先别放，等着留着三排撤退的时候再放。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那边山路来了一群老乡，你们警戒，其他兄弟，咱们看看去。 这些都是鬼子，不会吧？普通老百姓逃难的时候不会走这样的队形。你看，他们神色一点也不慌张，分明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人。再说了，普通老百姓逃难那也不拿行李呢，只挑了几个稻草杆子，分明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三把大盖。这日本鬼子还想在这给我瞒天过海？给我打！ 是中国人，我是你们的老乡。你们在中国是失败者，我现在在人家是失败者呢。给我打！请手，武器，武器，大神。
老乡们应该转移的差不多了，命令丁大胆撤进村子。好，是。丁大胆已经撤回去了，找人去接应他们。另外，告诉他，带着留在卫生队的伤员和老乡转移。是。同志们，咱们呀，去给鬼子准备下一道菜。压力好大了。山服に沿って逃げたようだ。香槟里。部隊の戦闘力は本当に大したもんだよな。ビクビってたよ。裏を操作しろ。他の人はついてこい。絶対逃げすんな。はい。